来开门。哎，这里有钥匙，拿那个电梯钥匙，我们就可以坐电梯。谢你是我的新送粮组的委托吗？别急别急，来，你过来，你翻过来，我操，我翻过去，来嘛，小逼，来，门一关，我操，来抓我，你来抓我吗？赶紧跑，赶紧跑，电梯上电梯，我开，哎，安全。我是狗逼过来了，我操，这狗逼怎么来了？这老逼头走，我操！啊啊！小魂，小魂剪刀加我，我操，加我！啊！哎，这狗被绞死了。你说你是不是个逗逼啊？你说你是不是个逗逼？哎呀，但是他把这个电梯给夹了，这个我出不去啊。哎，上面有个盖子，可以走。盖子好了。这个逗逼。赶紧溜。看看上面。上面好像过不来，过不去。谢谢墨尘送的5.20荧光棒，谢谢墨尘，谢谢。过不去，哎，这边好像可以溜过去嘛，这边可以溜过来。好，过来开门。不能用太多电池，已经没有电池了，只有4颗电池了。电池如果没有了，以后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哇，终于可以出去了，终于可以出去这个精神病院了。哦，这个神父，神父，你必须让我出去见他，我们现在离得很近。在外面找到马丁神父。好，在外面去找马丁神父。马丁神父，这我快没电了呀。跳！我操，谁在放火呀？谁放的火？哎，这个狗逼，我得烧了这里，全部烧掉。穆克夫从我们这里弄走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被利用了。我操，这逼！这你妈这里都被烧了一半呢！天哪！打开自动喷水系统灭火，必须得灭火，然后才能离开这里，才能从这边经过，才能找到我们的马丁神父。是这吗？好像走错了，不是这里。狗逼居然把这里烧了！这边好像都过不去啊！哎，这边钻过去，这边好像又要跟这个肥仔斗智斗勇。肥仔呢？哇，没多少电池了，电池不够多了，得用少一点。哎，这边有个文档，拿了。这边死了多少人啊？音乐也很奇怪。来这里，钻过去。我们这边要开两个水闸门，然后再开一个电闸。哇，二师兄！肥仔来了，肥仔来了，这肥仔要搞我，我不能被肥仔搞死啊！赶紧过来，来这个闸门第一个，搬水闸，还有第二个水闸。我操，打了我一拳，赶紧溜！他的速度很慢，我们不要狙，啊，千万不要狙，赶紧溜，来，不然抓我呀！
来抓我，是不是很生气啊？来来来来，喂喂，摸他一下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哟，来嘛，去嘛，来抓我。这个死肥仔特别的智障，死肥仔，我是在干嘛？会轮到你的，哇，他在洗尸体，这尼玛变态啊！第二个闸门，再去开一个总开关，这样我们的自动灭火系统就打开了。洗干净你的肚子，洗干净你的手臂。好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哇、哦，来，老子今天跟你玩一玩。哇，电池拿一个，赶紧溜！他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他居然。来，这个闸门开，在外面找到马丁神父，去找马丁神父，现在可以出去了。谢谢我们的莫尘送的520荧光棒，谢谢莫尘。等一下啊，把这个界面给它调一下。好 ，OK， 赶紧溜。这里跳，我操！吓我一跳！哎呦我天哪！哇，这人怎么死的那么惨啊？我肠子都出来了，肠子撕掉之后用脚给他拼上。我的天啊！你他妈什么变态地方？我要逃离这里，我要赶紧离开这里，变态太多了！快跑，快跑！这哪里怎么这么黑啊？这是外面吗？哎，这是外面。哇操，这么黑的吗？在外面好像听到了鬼的嘶吼声，难道外面有鬼？文档拿一个，文档。在外面找到马丁神父。马丁神父，你在哪里啊，马丁？不行，这需要钥匙，需要钥匙。我操，好像有鬼！来这个屋子看一下。来，钥匙拿到了，再拿一颗电池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刚才什么东西在我面前？来，过来开门。是这吗？我操，这啥？这什么鬼啊？来，从这边爬上去。哎，这个马丁神父，这傻逼吗？不能在里面见面吗？偏要在外面见面？太危险了！来爬这个墙，飞檐走壁。来这，不知道有没有走错啊？慢慢靠墙边走。谢谢我们的婉珍送的六六荧光棒，谢谢婉珍。这边有个洞可以过去，我们钻这个洞。千万不要带来什么东西吓我了，人家有点怕怕，伦家有点怕怕呀。哎，谁在说话？谁？哇，这有个人，我操，没穿屁股的变态，我操，没穿裤子的变态，我操，屁股露在外面，天哪！
哇，这些死变态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哇，这地上全都是血迹啊！跟着血迹走吧。西西，我们的某神定了188，大宝叫，哦，真的吗？哇，他在打飞机！哎呀，他在打飞机！我去！哎，不能看他，不能看他。哇，这个精神病院真的是全都是神经病。跳下来。我操，这个神仙来了，在我后面，快跳！我打了一拳。我操！我的死肥仔。赶紧溜，赶紧溜。不能慌啊，不能慌、啊、一定要稳住，稳住情况。来，从这边下来。哇，差点把我摔死。哇，好痛苦啊。这边是哪里啊？哇，死肥出来了，死肥出来了，我操，这个死胖子，我们不追我，为什么追我？再绕一绕，绕一绕。发动，发动，来呀，你来呀，在女病房找到马丁神父。这马丁神父去女病房干什么呀？去女病房。哇，全都是血啊！哇，骨头都被啃掉了，脚上的骨头都没有，手上的骨头都没有啊，都被吃了。我操！马丁神父呢？他在上面。马丁神父马上就要真相大白，什么真相大白？什么意思啊？真相大白？难道我能知道这家精神病院的真相吗？在较高的楼层接近马丁神父。那为什么精神病院有女病房，为什么没有女病人？难道女病人全死掉了？这是死的还是活的呀？咦，全身都是脓包，好恶心啊！不行，快没电了，我们得省电，一定要省电。没电的话，我们就一片漆黑，就玩不了了。哟，操！从哪边走呢？啊，应该是这里。快没电了呀！来，过去一个人，是人是鬼啊？过去的，哇，绞肉机把人头放进去绞，哇，好多血，绞肉机，这应该是精神病院的厨房。哇，太恶心了，这尼玛变态啊！哥哥，不行了，我快没电，我快没电了，换电池，最后四颗电池。这人谁啊？找马丁神父。肥仔又要来了，不是，不会吧？这死胖子，死胖子打人特别痛啊！我被搞两下我就死了。可以从楼上过来，楼上过来，啊，去找马丁神父。从这里对吧？
需要三个保险丝才能拿到这个钥匙，去找马丁神父。三个保险丝，三个保险丝在哪里啊？我的天哪！你不要吓我，我过来看看。三个保险丝，哎，这边有一个保险丝，洗衣房的保险丝。哇，闪避！我靠！哇，你他妈还想打我？你个死瘦子！来，飞过来！你妈再见！关门！你奈我何？我操！这里还有两个死人！哇，两块电池，赶紧拿！电池一定要拿！关上！来，两根保险丝，还差最后一根，差最后一根保险丝。最后一个，小心点！哇，闪避，快溜！你该如何是好？关门！保险丝拿上！哇，这鬼逼拿菜刀要砍我！我不能碰到他，一刀就被砍死了！别急，两个人。赶紧溜！哇，连他都怕这个人吗？我在拱门，我操！哇，两炮，我要死了！快没电了！关门，放电池。来，关门！来，保险丝三根。我你妈开！拿钥匙！我掉下去了，我操！掉下去了，去楼下。楼下。呜！楼下应该是在这里吧？黑漆漆的地方。啊，在这里。我来开 ，OK， 拿到，进入三楼的钥匙，进三楼，想动我，来追我呀，来过来开门，进去三楼，哦。赶紧找马丁神父啊！新的目标，跟随血迹啊！血迹，我操，地上好多血啊！谢谢，别说我懂了，送得了了，大宝剑。来这里，哇，这个小逼好狂暴的样子！哇，你妈，无限在套这个门，跳过去！哎呀，不管他！我操！好像这里有鬼的样子，怎么办？掉下来了，哇，这里好黑，必须要开灯，怎么办？啊，这边我们可以从这边爬上去。不要碰这个洞就好了，开门。有点黑啊，这边有点黑啊。哎，这个门为什么打不开？哇，这鬼往那边跑了，这鬼魂为什么跑来跑去，它不动我们？哇，这什么地方？啊，十字架，救赎。这条这吗？哎我操，两个裸屌，我你妈钉钉我都看到了，我操，拿刀过来砍我，想躲起来。我你妈不要看到我，
不要看到我，不要看到我。哇，点个烟。走过去了吧？应该走过去了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溜，赶紧溜，快溜啊！哎，到了，跳，从这边慢慢的爬过去。一定要找到我们的马丁神父，我们的马丁神父会救我们出去。这个马丁神父是这个精神病院唯一这个比较正常的精神病人。啊！我操！我操！我的相机！我操！我的相机！啊！啊！不会吧？完了，相机丢了。我这边好黑啊，相机丢了，我看不清路。好，相机在上面吧。我要想办法下去，把相机拿回来。这边有亮光。能钻过来，相机下一楼，哎，下一楼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操！我操！吓我一跳！我操！这个贱逼！这个贱逼！这个是谁啊？在干嘛？我的脸都是烂的呀，脸都是烂的，我操，嘴巴都爆在外面。怎么走呢？好黑啊！哎，这里好黑，这里好黑，怎么过不去？没有相机啊，这里。哎，找到我相机了，找到我的相机了，找到通往第三层的路。我相机坏了，镜片坏了，我后面有三个人，我要追我，要追我，要吃我的肉。我相机都碎了呀，快溜啊，快溜啊！谢谢空白送的灵魂棒。回到厕所，跳，再跳，哎，上来，上来，再去找马丁神父。谢谢我们的福幽汉大树送的四组六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快溜，跳，我这边跳上这个楼。要进入这个黑暗地带，在行政大楼找到马丁神父。行政大楼，哎呀，这个马丁神父怎么动不动就要去这里去那里啊？哎，进不去啊！啊，这后面还有。我操！差点把我摔死。怎么了？唯一可以出去的路，唯一的出路。啊，这个精神病人他有时候很聪明啊，啊，这个精神病人，这个精神病人好像不会干我，这个他比较温柔。How do you know you're not a patient?
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病人？说得很对，你们怎么知道你们不是精神病人？来，钻过去。这个哇，这个胖子死胖子又过来搞我，我钻管道了，钻管道，你牛逼！我操，这边这个死人不会复活吧？啊，这个头都扭歪了，这个头，哎呀！来嘛，谢谢菠萝送来的荧光棒。不要出现什么东西来吓我就好了。得，稳当，快溜快溜，找马丁神父。上帝的钥匙在剧院里面，灯光后面，剧院灯光，必须看这一部电影。啊，这个精神病，这个精神病院在给我指引。从娱乐室取回钥匙。Yes, coming. I'm coming. 娱乐室，上帝的房间。难道是这里吗？哎，这个桌球，应该这就是娱乐室了。娱乐室的后面，灯光到这里。只能弹钢琴啊！弹钢琴。啊，这边梯子上去。来，慢慢爬。谢谢先生陈送了流大宝剑。弹钢琴。我操，这个人好诡异啊。我再看我一眼，我操，这个人，这个精神病人。好诡异啊，我日。为什么我过来看他一眼他就不弹钢琴了呢？他弹得挺好听的。看着我干，可能是看我长得帅。哎呦，哎呦我操！哇，吓我一跳！这他妈的！什么东西？不管了。谁他妈放的？老子打你一顿！谁突然放的？哎，这里面躲了一个人。有些精神病人就比较残暴，不怕我；有些精神病人就怕我，特别害怕。其实这些精神病人其实挺可爱的，挺可爱。这里吧。我操！我操你个逼！跑掉了，小逼崽子！我的妈，老子就弄死你！你别跑啊！啊！今天一定要搞你一顿！这不可爱吗？多么调皮啊！啊！多么的调皮！哇！上过来！我操，把这个警卫杀了，进入三楼的钥匙。我们要找到马丁神父，要回去找马丁神父。马丁。
冰神父。如果有哪个女孩子长成这个样子，我肯定会爱死她。我、哦、有人在操门。我、哦、来了来了，要砍我。我、哦、赶紧溜赶紧溜赶紧溜。找这个马丁神父。过来开门。这游戏很早就玩过，但是刚开始你就不敢玩了，是吧？胆子那么小啊？啊！开哪个门呢？去找马丁神父。在这里吧，马丁。他的一半脸是好的，一半脸是烂的。我是他在看打雷。上一下电池，这边过不去，那边呢？这边门是开的。这边有条缝可以过来。哇，他们这是干嘛？这些精神病人都在祈祷。在祈祷什么？他们在祈祷什么？现在他们突然不干我了。把厕所都开一开，说不定有电池。这些病人，这些精神病人到底在干嘛？都在祈祷。我操啊！我去，我非常的虔诚啊。电池拿一块，四块电池。疯了。觉得要搞大事情了，精神病人要搞大事情了，是吗？大事情。哎，谁突然关了我的门？神父，钥匙，电梯钥匙。我这马丁神父为了救我，然后这些精神病人要把神父给杀掉，给烧死。他们觉得神父是上帝，所以必须要烧死他。You alone shall escape the tower. 一个人逃出去告诉他们，让我报警。这是我倒数第二次做目击证人，所以给了我钥匙。哇，神父啊！记录我的死而复生，一同获得自由。好人呐、不会有任何危险。固定了电梯，他会带着你去自由之境，我们都会自由。他在电梯上面做了手脚，我们可以直接出去逃离这个精神病院。好人啊，真的是好人啊。
这边出不去吗？谢福佑汉大叔送的21左右的雷蒙帽，这边管道，好管道。哇，这个死胖子来抓我了！快溜，快溜，快溜！哇，这个死胖子！不要！我打了我一下！哇！不要追我！为什么追我？谢福佑汉大叔送的42左右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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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这边有管道，这边有管道。哇，安全。哇，谢谢 ANES 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，谢谢 ANES。 来，从这边下来，坐电梯去，赶紧坐电梯。坐电梯。哇，神父救了我呀，神父。谢谢浮游汉大树送的57组66荧光棒，谢谢我们的浮游汉大树，谢谢。来，出去吧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不是一楼吗？这是哪里啊？我操，神父他妈在坑我，怎么把我送到地下室来了？我操，这个神父。谢浮游汉大树送的63组的荧光棒，谢谢。我的天哪，哇，这是哪里？这还是精神病院吗？我去，啊，好像是一个地下研究设施啊。要死了，A 区，哇，这边全都是大肠啊，人手，人的残肢，怎么这么恶心？哇，你妈，肥肠，还有肝，谁搞的鬼啊？这人全被撕了，这里的人全被撕掉了。谢谢我们的孤九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，谢谢孤九，谢谢。快溜，哎，怎么关了？我操，有鬼，我赶紧跑，有鬼，快溜，快溜，快溜啊！开门！我操，这个死肥仔，这个胖子，小猪别跑了，小猪！哎，什么鬼？我只有用这个摄像机才能看到这个鬼魂尸体啊！哇，这个胖子，这个胖子，他是因为爱我，原来是因为爱我，所以说一路在追我，一路追我就是因为为我挡一命啊，被搅碎了，被鬼搅碎了。哇操，这个胖子，不行，我要送他一首歌，不行，哎呀，嗯。来世再做恋人吧。
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缠缠绵绵走天涯。这个洞过来看一下，过来看一下，过来看一下，这个洞是什么鬼啊？啊，这个是谁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已经死了。比罪恶活得更久。干嘛呢？我的嘴巴都说不了话。他在照顾我，他以为我是他的父亲。哦，他制造了这个鬼魂，这个鬼魂以为他是他的父亲，所以说这个鬼魂在照顾这个光头佬。他是超微型纳米机器制作的纳米鬼魂机器人。哦，所以说这里拿这些精神病人做试验，所以说这精神病人都开始变异了，然后也并且也做出一个怪物。人体细胞转换成纳米工厂，产出原子。好聪明啊这个人，做出了这么强大的东西。必须去阻止他，杀掉比利啊！那个鬼魂叫比利，比利，关掉他的生命补给，他的麻醉，弥补我们做下的错事。只要有人活着，就没有人能走出这里。我们必须得杀了他，不然走不出去，永远走不出去这个精神病院。在主实验室找到比利啊，比利，比利，来这里，门开了，他把门打开了。嗯，比利在哪里呢？比利 ，B 区，这是 B 区啊。哇，这鬼不会来了吧？哇，这鬼又来了！哇，赶紧溜啊！赶紧溜！我不能被他逮到，逮到我必死无疑啊！快跑快跑快跑，我就在我背后，就在我背后，我都不敢回头。不、哦、还好他进不来，进不来，他不能穿墙。谢谢，我想大宝剑送的188荧光棒，谢谢。哇，这边肠子都被撕掉了，应该是这个鬼魂撕的。啊，开门了！哇，这是主实验室吗？新房门。啊，这个就是比利。我操！这你妈难怪比利这个死后这个怨气那么重啊！这你妈在没有死的时候，这还能感受到啊，被两根管子给口爆。口爆就算了，这你们还鼻爆，多残暴啊！怨气大呀、啊！哎，谁举报我呀？又是谁举报我了？这快通关了还举报我啊？赶紧溜，赶紧溜！呸！你这也太残暴了！要关掉这个鬼魂的这个生命补给，生命供给，生命补给。你们就那么残暴的吗？一天要举报我四五回？关闸门。还有一个闸门，关掉之后这个比利啊，这个。在追我，在追我，快溜快溜！
敢溜啊？退！不要追我！为什么追我？转转转转！让他的生命补给线。生命补给线，我们要爬到最高的地方，这个时候就刺激了。你们猜结局会怎么低？跳啊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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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追了！快溜啊！溜啊！我记得了，安全，安全。把所有的线给它掐掉，掐掉所有的线，关掉比利的生命保护窗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比利啊就会因为我们死去。这尼玛，这就太狠了！上一颗电池。我差点把我摔死，赶紧赶紧溜，赶紧溜！不追我吗？这个比利，还是觉得很好玩？追我了，追我了，追我了！生命保护灯，生命保护灯 ，OK， 按！哇！啊！哎呀！我操！什么意思？干什么？我这个兵力！鬼上身！这个比利被我弄死了，鬼上身了。哎，这鸡儿很聪明啊，这比利也太聪明了。比利既然上我的身，出去，我一瘸一拐的走啊，我特别虚弱，我们主角现在特别虚弱。现在比利在，比利跟我融为一体。走都走不动啊！啊，主角快废了。男主的手真好看，发生了什么？啊，手被剁了。谢谢逆流送的了荧光棒。快走出去啊，走出去。我们一定要逃出这个精神病院，就算带着比利一起出去也无所谓，只要这个比利不害死我就可以了。快溜快溜！谢谢我们的高冷漠送来的荧光棒。我们快出去了，快出去了！哇哇，这个老逼头在阴我！他叫特种部队杀我！老逼头子！
的老天，你成了主宰。啊，听声音，这个比利把这些特种部队全杀了，结局是全死，全死结局。比利牛逼啊！比利太牛逼了，比利太牛逼了。好，通关了。